全体注意，猛禽争夺战正式开始，请两位队长带着自己接到的队员到中央广场集合。抢毛巾了，抢回来两条。我有三条毛巾是不属于我的，我要再抢过来。对。哟，这不是开玩笑。Come on, it's crazy.好的，欢迎两位队长回到我们的中央广场，开始我们的毛巾争夺战。比赛开始之前呢，先请出我们的四位裁判。亮亮、石头、蛋蛋、夜莺。好的，四位裁判已经就位，再次和两位队长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我们将进行三对三 freestyle 的 battle。每位选手每一轮将会有45秒的时间可以出战，一方获胜之后不允许换选手，三位选手都输掉之后比赛即为结束。如果其中有任意一位选手能够一次赢三个人，即会再多一条毛巾。运气好的话最多可以抢到两条毛巾。那现在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来决定需要哪三位出战。好，小杰，哇，那第一个就想到了我，所以说尽全力拼老命，我都必须要为他拿下这个毛巾。杨凯哥，真是，凯哥在这里。你经常 battle 吗？怎么会是我？当时我都蒙圈了。请你放飞自我。加油，不要有压力，加油加油加油。杨凯也好，肖杰也好，小潮也好，三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角色，像复仇者联盟一样，就是为了刚才叫 battle。 我相信不天门 clash， 我这边的三个选手真的实在是太强了。 got it Q3 yeah? Yeah, easy. Yeah. Wow. Easy. 王一博今年听过最靠谱的话就是普普说的 easy， 等着看波波秒杀他们。那么两位队长呢，请依次介绍你们所选择队员。 I'm Bieber Kevin 杨凯。 Yeah OK B-Boy Clash 杨凯对阵 Clash。 大家好，我叫小潮。我是肖杰 Lucky J。 肖杰，啊，这边两位一起公布 Hip Hop Bobo and Popping 点门。其实这场 battle 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赛事了，一个 Red Bull BC One 5届的埃及赛区的冠军和大名鼎鼎的 Bobo， 我是一向就像杀红眼一样，今天必须赢你。那现在我先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由王嘉尔队长这边先出。 DJ you ready? Drop the beat. Let's go、yeah. 本来我是第三位出场的，我听到 Who is B-Boy King， 我直接冲上去通通不管。 Who's B-Boy King？Judges, 3, 2, 1.
王嘉尔对杨凯获胜 ，Round Two Round Two， 依然是杨凯 ，B Boy Kevin。返回一城 Round Three。Rocking J 萧杰，计时。跳一些我的一些独特的一些难度动作去取胜。在我后面是小潮，他如果对 Bobo 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哎，给我萧杰再来点声音。Let's go。Lean back, come on. I said, my don't dance, he just pull up a
way. Now lean back, lean back, lean back, lean back. Come on. Hard to the easy, into the wizard. My arms stay breezy, the dawn stay fizz. I got a date at 8, I'm in the 740 fizz. Four, three, two, one. Judges, 3, 2, 1. 恭喜王一博队再进一分。Round four.小潮，小潮，3, 2, 1. It's okay. Good game. Good game. Bobo! Yeah! I think it's easy, but I know that. 就明显 Bobo 是有 battle 的经验跟基本功的，就很会玩，直接跳 Michael 的东西燃气氛。对面的一个跳 hiphop 的，让我惊喜的就是很年轻，有新招，招也很猛，感觉很像看了一场 Justin Bieber 的 battle， 我人都疯了，我感觉。一直以来都好像在电视通过电脑去看，今天现场可以在咱们国内有这么样的一个空间给我，我真的，你知道今天是梦想成真吗？
在外面的比赛从来看不见这种阵容的。他们就很强啊，要么就是裁判，要么就是冠军。用廖博的话说，花钱都看不到。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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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那么再一次恭喜我们的王一博队长获胜，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嘉尔队长。那在这里呢，我要把这一条 battle 获胜的毛巾，还有布布一个人赢了三位的多约多出来这条毛巾也给到您，对，恭喜。其实，在出三 v 三 battle 的时候，我觉得能赢，但是我没想到能穿三，结果又赢了两条，我觉得哇，完美了，搬回来了。